哎呀，说稀罕也不稀罕，帝王家的骚货也冒烟，驸马敢把金枝搭，我看皇上该咋办，可有好戏看呐、哎、杨公公杨公公啊，哎呀快点快点，哎呀你看啊，哟哟哦，原来是金公公啊，杨公公，金公公，金啊，金啊，哎呀，哎，我说金公公啊，咱们虽是同朝封君，哎，平时里可是难得有机会喝茶聊天啊、嗯。是啊，今天是风和日丽，嗯。皇上和国母都在后花园里赏花观景呢，哎，你我二人喝不到茶情拼命小叙呀、啊、哎呀杨公公 啊， 啊别小叙了，出大事了。哦、嗯、什么大事啊？哎，驸马把金枝给打了。乖乖、哎哎、驸马他是不想活了吧？他我看呐，该打，啊？怎么该打？哎，驸马他爹郭子仪老先生，哦，今天七十大寿，孙男弟女一大醉，那都去拜寿去了，唯独儿媳金枝他不去，你说说该打不该打？嗯，俗话说得好，嫁鸡随鸡是嫁狗随狗，他虽是帝王。对，可他嫁到民间那就是民妻。是啊，要是俺爹过寿啊，俺老婆子要是不来祝寿，嗯，看我不揍扁了他。哎呀，你嘴上说说吧。啊，你看咱俩这品种能找上老婆吗？啊，要说也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赶快禀告皇上，我去伺候公主了。 啊， 啊，赶快快去、啊、快去。哎呀，哎，有请皇上。皇儿，是哪家文武大臣得罪了你呀？我，你不是白寿去了吗？公主到御花园唱歌去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皇儿，训，一定要训。
不能把驸马给斩了啊，要是斩了驸马，你的下半生受挂，那可是难熬得很呐、啊。哎呀，罪臣郭子仪见驾吾皇万德岁，爱卿快快平身，万万岁。
老秦奴，这是何意呀？你自求罪，无大禁止，是杀是剐，万岁定夺。老皇兄啊，万岁！我说，像这样的老丈人，照俩也不少。我看呐，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还想看更多的豫剧、曲剧、河南坠子乐调吗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的看戏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。然后在这里边输入看戏六，看戏六，记得是拼音看戏六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点击天天看好戏，然后点击关注，关注完之后底下有一个菜单栏的好戏，点击进去之后，然后这里边豫剧啊、曲剧啊、河南坠子乐调都有，而且都是名家名段。看一下这个朝阳沟小孩唱的，每天都为你推送，赶紧来关注吧。